Angela Hyung Advanced Aesthetic Asia Academy 的 co-founder， 同时也是优某亚太无针干细胞技术教育总监。今天非常感谢发挥让我带领这旗下核心伙伴一起迎接优某喜获两个品牌大奖的荣耀。这亚太品牌大奖和亚太国际企业诚信大奖是我投身美业教育培训最有成就感的一天。我的 mission and vision 是变美不整形，抗衰不打针。我会好好利用这两个奖项，继续栽培更多优质和专业的无针精雕师，打造品牌企业文化回馈社会，让更多的人可以收获。变美不整形，抗衰不打针。Hello， 大家好，我是艾韵，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的优墨啊拿到这个 Honesty Chris Award， 还有 Top Brand 哦，所以我要非常在这里，我们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所以在这里的话，我要非常感谢我们 AAA 的创办人 Mr. Chin， 还有我们的教育总监就是 Dr. Angela Chong。这个奖项其实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我们这里任何人，而是属于大家的，就属于任何一个在优墨加入这个大家族的代理。这是属于你们的奖项。Hello， 大家好，我是嘟嘟，优墨 Certified 金牌孕妇精雕师。今天我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恩，受邀来到现场见证优墨再一次荣获 Top Brand。我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和公司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Chang， 我是从事美容已经有接近二十年的时间。其实我非常的感谢Dr. Angela 老师对我的栽培，还有 Mr. Chin 给予我很多的一些鼓励以及辅助，所以让我在无针这个行业里边能够发光发亮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加多的美业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让我们在美业里面可以大展宏图，大展身手。大家好，我是 Kelly， 是优墨旗下的一名专业精雕师，也是授权课程顾问。目前每一个月都可以达到六位数的收入，也服务了超过300位的顾客。非常感谢 Angela 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来到现场，一起见证优墨获得这个品牌大奖。优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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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美不整形，变美不整形，变美不整形，抗衰不打针，抗衰不打针，优墨变。